呀，上了个大堂。他是没有咒师，他是没有咒师。这已经扫过一把了。嗯，偷龙已经吃上了。看一下这边盘丝能不能压住对面速度吧。之前反正现在是战宝哥有一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首次把天机城击破，就是利用这个高速的盘丝一对一点对点，是把这个天机城给盯死了。当时是，夫子庙对阵到曲阜虎庙，这样武神坛明星赛的比赛。但是这场有一个变化，就是说这场的话呢，对面有一个正经输出，就是他跟咒师普陀不一样的，你咒师普陀你再厉害，他的伤害相对来说来得慢一点，但大唐就很直观，是，这至少对于宝宝的伤害非常直观的，是的。而且现在就是说这样的对攻下来，媚眼如丝一开啊，这宝宝的作用到后面，你即使高明思高慧跟那个蓝也不是很回得上来。是的，看速度吧。现在的话呢，对面二速，对面一速，观战方现在是个二三四，然后是个七和十，对面是个一五六八九，也先踩塔丢瘴气。那观战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得把速度特技丢一丢的吧？这场你还真别说，这场还真不好说。如果说齐云楼啊，那大唐是个咒师普陀，珍宝阁只要说你运气别太背的话，珍宝阁大概率获胜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首先这场比赛如果说打到九十分钟，双方要硬判的话，齐云楼伤害一定是高的，这个不用想，对不对？是。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打咒师跟打三扫大唐的话，你的宝宝的消耗量那完全不一样。是，而且齐云楼那边是赶上天地的。对。就看到你这边是一对一要来卡我的蓝量，但是我把天地一套，你那牌善恶说实话对于天机城的影响没有感觉是不在乎的，没有多大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大唐这门派你说除了找漫天起风，他扫他又不要蓝，他天生就等于是你这打蓝盘丝对他就少一个干扰单位。哎，而且你四刀大唐可能说要找找漫天，对，三刀不找也就不找，是，这场还真不好说，因为在大唐和咒师普陀上有了一个变数，那么这场的最后的结果还得看一下中间怎么个变化。是，确实这个出宝宝的量上，珍宝阁这边就要多一点，应该是要多一点的啊，应该是要多一点的。而且你给了天元城天地之后呢，那么他封王的封系单位来说呢，连封他都封不了了。哎，是啊。在不解封的情况下，你只能运用法宝了。是，现在是一攻一守，还有一个。哎，那他这个变得好像就有点，先是两攻一守是吧？他上面那个是？不是他，他这一把的话就应该，他既然不选择三攻三守，他就应该直接一发而动变啊。哎，这个，他是不是第一下一发而动被偷龙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应该直接三攻三守蓝，你可以等下一把一发而动啊，你的蓝又不是说不会没有，你这样等于是耽误两回合。是啊，因为你反正你变的都是锥子的嘛。而且面对到观战方这边这套阵容，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某回合用哪个技能，对吧？慢慢来，这个我倒觉得，那你这样如果带毛的话，就等于毛白带，或者说他直接就不带毛，我多个药的格子，我就不要那个。用毛变那一下，因为也就变一下嘛。但我感觉现在就是上来一发而动的多一些，因为他是为了快速变成黄金眼甲，快速变身嘛，他省两回合。还是说就觉得打珍宝阁这样一套，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省一个格子的药，我就没带那个。早变也就没啥，没啥大用，没啥大用。而且早变也就早变两回合，是早变两回合。也不是不行，反正因为你那毛你带一根带两根你都占一个格子，是，但你用你只用一次，确实只用一次，只用一次，后面不会再变，对，不会再用了。你即使说黄金眼甲被破了，它也是要三攻的，对，也要三攻的，也有可能吧，应该是就不带金牙火雨的这种打法。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九十分钟比赛，你多那一个药好像没啥用，是，也是，就看怎么想吧，我觉得这东西。哦，超级壁垒击破呀！其实超级壁垒击破有一个问题，它蓝不够啊，它耗蓝太多了。超级壁垒我感觉只能在就是比如说瞬击宝宝，
或者说就用个一两次的那种，对，是你这种持久性使用的，但也没办法，他赐福如果说赐到四个技能，他也不可能说再洗了。哎，也是，你二十五的几率嘛，你也不是说你刺到他就一定是超级比例，那这就刷到他了，那也没办法。嗯，也放下一下。嗯，建议叠的还不算快。说这场的话，就是秦云楼他敢给天机城天地，但他不一定说敢很早的给大唐天地。哎，是因为你大唐青宠跟神木还不一样。嗯，你毕竟你得有个休息的回合。是，而且珍宝阁这牌善恶，毕竟还在。而且他善恶多呀，你就算清掉他还有。嗯，所以说大唐这边的天地可能不会说很着急的给。但天机城这个给到珍宝阁这边的牵制力挺强的，挺强的了。对，嗯，你看，其实壁垒清宝宝清挺快的。是，而且珍宝阁这边就是说，他这个宝宝基本上吃不到金刚的。是，他首先他的圈金刚就是说给人物拉的那一圈是没意义，浪费操作的。是的，你除非很顺了，你说要对面大唐起了天地了，哎，你为了让宝宝去呼大唐，你起两圈金刚，嗯，不然的话，确实你起个速度圈之后，可能就得去法宝啊，或者说活血了。前期可能就是丢个破甲，哎，最多了。对对。这样 PK 珍宝阁这边应该是也想奔着后面打了吧？嗯，前面应该很难。反正我觉得他这阵容上来就是，你不管是上天机城的三峰，嗯，还是上国标，我这阵容都能打。嗯，你上国标我也一样能打，对不对？就怎么地都跟你打到九十分钟。对对，因为我觉得齐云楼就是说在这个阵容下，我觉得能上出来的阵容无非就是国标或者说担保，就是单宙师那种三方天机城，嗯，就说你说他去上武装天机，然后再加上三扫大唐加神木林，可能不太出得来。是，因为他也知道上个月的话珍宝阁打夫子庙的那个高战神的这个阵容，珍宝阁也赢了，嗯，所以说可能就不太会上那个阵容，是，也所以说也就两套阵容，只不过无非就是说这场比赛群楼在那个一上做了个变化，嗯，他就直接不要周日普陀了，我要一个更直接的输出门派，是，可能觉得就是说两边互打的话，武装冠的这个灵士啊，哎，都会偏治疗一些，是，那我上个周日普陀，说实话威胁收益不大，很大，对对，所以说上个大堂的话，可能说无论是对最后的绝杀清场能力也好，清楚包括前期的清宠，是，嗯，都会更厉害一些，是的，你上大堂跟上周日普陀前期清宠，除非说宝宝无限神啊，不然的话确实那是质的飞跃的。但确实这边瘴气面对到对面有一个天地单位的情况下，嗯，作用也不是很好，一个破甲，嗯，给到女儿，嗯，群楼如果说女儿村的一速捏得住的话，那其实这 PK 还挺有优势的，我觉得就是说至少前期在轻宝宝方面他一定是有优势的，是，他反正三个风系相辅相成嘛，对对，女儿村先控观战方这边的高速单位保一个天地，嗯，对，天地完了之后他就下锋芒，对，就下锋芒，对，那下完锋芒他那个武装官又可以随便动了，是，即使是说他这个武装冠天机城没有拿到特别好的风系速度顺位，嗯，那他这个女儿村只要一速在手，整体而言也是比较舒服的。对，这就是之前也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天机城的阵容其实最好的就是有一个一速在上面拖着，嗯，或者有越多的就是说快速先出手的风系在前面给他顶着，他的发挥会越好。是，因为天机城本身他还是比较要追求抗性的，对，那这没办法了，只能抹毒去了。其实这样就挺赚的。嗯，其实女儿村之前有一个打法，就是没这种天地的时候，嗯，他们有些女儿选三飘。嗯嗯，反正也带到嘛。对对。但是确实，你这一个天地一带，然后另外两个飘，你又不知道飘谁。嗯。而且有没有可能他这阵容就盘石了，也没有什么加成。嗯。哎，你除非神佑嘛。是，但是说实话你神佑反正我就叠建议层数，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而且从这场比赛来看，啊，还哎，这还要反拍一点愤怒，从这场比赛来看，嗯，哎，这个是他是那个宝宝先喂了，啊，因为他普陀金金了， 对， 对，然后他那个宝宝喂了，他是想喂个五龙再拍醒，结果速度又出现了一些小偏差，嗯，是自己又睡进去一回合。这真言好像也用不了啊，用不了，他不能用灵宝。嗯，哦，啊，可以用，但是就是说没单位加。
五龙的催眠不能用灵宝，不能用灵宝，不能用，不能用。五龙的催眠啥也干不了，不能用，不能用，嗯。啊脸部在空一，只要他准、嗯、你就没办法，那没招。而且你这个打蓝，你看一开始是想一对一盯天机的，这盯不了了。嗯，塔还掉了，一发而动有带、哎，那不是已经变过？对呀、啊，那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对于这个精甲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那要不是每种形态变一下就行，而不是说你非得哎。那他就是前面这个就算错了呗，但你算错了你就别一发而动了呀，就已经变过了呀，你就变过那个造型了，就不需要再变了呀。这我是觉得可能出现了一些那说白了他这种操作就明显就是没明白那个精甲的那个经脉的那个说明的意思。那行吧，这下有点浪费、啊、这浪费了这四回合啊。嗯，三攻三守一个就是这就行了、这个、一个锥子就够了、嗯、然后再变一个三攻就进去了，这应该是那个有一点小的那个偏。哎呦，他这还不是，他这还是个五回合的，因为他给了一个手支线多加了一回合。嗯，哦不对，他是手支线加一回合，然后因为是那个化圣技能，他本身会让这一次的验甲多加一回合，变成了五回合。行吧，反正这场比赛说实话也不差这一两回合，就这么着也得打到后面、啊、对对对对，但总归早点变是好的、不是只是我是觉得他这样子的操作就应该是对于这个变精甲的这个就是说在就是在他这个技能的说明上好像就没有吃透。他是不是觉得得两攻一守两守一攻两下？一开始我也认为是这样子的、但后来他是按照形态来算的。嗯，就你两手一攻和两攻一手的形态都是一样的嘛，就只要三种形态之后你下把只要是三攻变进去就可以了。嗯嗯，这个回头估计需要再研究一下，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你得多花几个回合的时间啊。总的而言对于这场 PK 而言可能还影响不大。对，但如果说你是那种打国标啥的、那肯定是越你早变早好。对对，早变早好。嗯，在不知不觉当中大唐建议也慢慢起来了，五层了。因为对面三个风系配合的还算比较不错、确实也不太好拦。是是。哎哦，他没事干了，他要去封印结果忘记了。有锋芒、啊、有锋芒，结果是行动失败了。行动失败了，这个有时候确实会就可能会忘状态多的是吗、哎、对，就我会觉得那我被锋芒了，那我就去封你的天机、但是忘了这天机是有那个天地的。对，这超级幸运有时候出了还是挺厉害的、哎、超级幸运还可以打 PK 其实是好用的。嗯嗯，打怪招架好是吧？嗯，其实招架吧，就一下，就你说他好，就我是觉得就是有胜于无吧，我觉得，因为一下这个，我觉得其实招架这个比起像幸运，虽然说幸运几率比较低啊，但是它是可以无限触发的，你只要这个宝宝不死，是，对吧？但是连着两下也有见过，对，你招架就说白了就是等于是少挨次揍就到头了，相对来说就只能这么说，你赐福真的赐到了四个技能，如果都有招架忍不忍？那肯定忍了 对吧，你可能是先赐到满为止。有侵蚀直接先控，这样的话等于说全控进去了、对，而且是没天地了，是可以先控一下、还行，把瘴气先抹上，但是这样他天地继续套上。直接控也行吧，反正我现在是觉得你只要是你锋芒吓着你的对手没有精清、其实天机城的验甲状态其实就是在磨回合。那扫掉有没有连破？没有还行吧，就验甲状态下你给他封进去其实没啥用。 就那样、因为你除非说你这回合能把所有的锋芒都解掉、不解掉的话也就那样。是
如果说他是在攒零件的时候你给他封进去，那是可以，那是能稍微拖一拖他这个变黄金验甲的回合的。是因为他已经验甲了，你本来他就是得等到他变他退出来然后再去变下一个造型，嗯，对吧。嗯，哎，不过这把好像是开了吧，这刚是吃了开了个女儿啊，开了个女儿村可以控。哎，也别说控，也得看对面女儿村让不让你控。如果说一边出侵蚀的话可能会有速度，但如果说都不出侵蚀的话就得看能不能封得中。观众方这边有一个颠倒，看看有没有效果。应该是要直接喝了，要听。太偷懒，喝的还挺早。天地也继续套，那就下把金青，那燕甲可能说踩个塔，或者这把是放金青，哦，摇铃也行，反正就是有效操作。是是的，他不可能说在封印情况下去特意解个封去做个行动，那不可能。对，是的。颠倒，那没事，下把金青能经得出来。对面宝宝已经开始给人物单位喂小蓝了，因为毕竟面如斯这也开两把了，再加利刃，再加瘴气扣的也不少，他瘴气丢的挺勤的，我看他有时候就特意去解封都要把这个瘴气给丢了。是，你看这给就是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他只要是给天机加了天地，他善恶也没有想法，知道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是，主要你不是输出门派吧，就是这善恶对他没啥用。是，所以说这也就是青云楼这场他只给天机城加而不给大唐加的原因。大唐一给加的话一定是善恶全部呼过去的。而且打珍宝阁这种的服务器他又不是说打其他的这些服务器，你善恶就一波两波，你我用一个天地把你的善恶全换掉，然后后面你就只有壁垒了。那珍宝阁善恶也多，是就算给他清掉一两只一两波他后面还有，所以说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直接我也不给大唐加，我能够尽可能的保着大唐出手就让大唐出手就可以了。就算被封也就被封了，反正这个建议早一点晚一点，真还好 也就那样。是是，他觉得不放吗？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放的理由吧。他刚刚负面状态其实还挺多的啊，这我觉得对，不太可能不放。600还好，那其实在零式上这把倒也不是很吃亏。我觉得可能奔对面国标来的，就现在很多都是带三条嘛。但他这个600多就没带，600多是没带，得700多才是带了。得700多是三速三封，或者说啊，不是，就是三治疗三封印。他600多就是单归元加金脉，要不就是加金脉的归。400多，单金脉是400多。400多，对，480，单金脉是480。对。然后带个归元，来了个谛听，看看有没有什么说法。应该也没啥说法吧，就轻宠吧。骗一炮，还是说很快那种你泡不上？有没有可能15位？就你这个速度，就是那种他拉到个很快的也没用啊，主要是就清个宠，就清一只宠，那也只能就清一只宠。嗯，然后骗你一个炮也不是不行，我觉得对面骗不出来，应该骗不出来。或者说就是抓大唐横扫回合来个大的，但推是推不掉的。那你大的你还是得那个问题，你他泡你咋办？哎呦，你还真别说，对吧，就抓你横扫回合啊。盘丝是反正那得看武装是给真阳令旗还是怎么说，现在是一敌一尺无魂哦，不让泡过来了，但两尺了好像也就那样了。哇，但是确实足够尊重啊。是两敌两尺，两敌两尺是不是压大唐的？大唐可能倒了吧。紧箍咒，哎，爹女儿箍的攻的那不够，法的肯定不够嘛。啊，法的肯定不够，这壁垒还挺快。哎呦，哎，他这要两壁垒要都出手，哎，破天机去的，6000力劈有了。哦，还是超强力，把人打晕了，力劈下去有了。但是死亡他不验甲的时候你拍他亏呀、是这么说他，但是他那个验甲状态破了没用，验甲状态破了就相当于他这一次里边就得他又得重新再变一次，这个他必须是三次正常退出验甲状态才能变黄金验甲。但他是刚刚是第二次锥子破了也没用，
不是我，那他如我的意思是，他如果是三攻或三守的时候，就你这种状态下，你拍不拍死他，好像就活上活两把血就那样了。嗯，哦，不让活，稍微延缓一下，也好像我觉得这个收益没那么大，我觉得，反正 还顶上一个，反正算看见希望吧，让你后面加天地的时候悠着点，告诉他一下。那我觉得也加。啊，也加。那我觉得也加，给天成加不亏。但主要是珍宝阁这边，他刚刚拉出来那只地梯没有对面那么多壁垒快，是，这是后面很大。那他刚刚那个要万一啊，他那个要没顶蓝，要俩呼过来，这地梯走了。是呀。哦，先盾了，还挺尊重的。其实不盾直接叠零件也行，反正花生就活血活上了。可能看了看技能，没啥手支线，哦，也有可能，啊，也是。那你三攻先来也行啊，三攻先来也行，那都一样嘛，这东西没什么区别的。三攻现在是不是有点怕倒？你天地还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你等你三个攻之血，他化生早给他活满了，你也不可能说我又啪又弹一个那个攻地厅出来，嗯。那现在也看到了，就是说宝宝去守他天地单位尸体没有作用，没什么用的，完全守不住。对，他毕竟有个神将袍，是。笑一下大唐，防止大唐金星。嗯。蓝灯再一给，化生应该能活上，但是好像是不是？哦，没事。被套了。被套了，那这把动不了。护甲，要的是攻的是守的啊？对，他先来个攻的，对。反正他三攻三守都得来嘛，也无所谓。但你看这场 PK 观战方这边的这个回春啊，嗯，回血这个选项是没作用，五号虫还跑了，只能加加藏神，加加藏神回春啊，不是你说那个什么东西，你说那个玄灵珠啊，哎，啊，那就只能加点愤怒了，或者这么说，现在这个阶段没用，你等到大唐十一层建议了，多少还有点，多少有点用，对，也是对。但你看其实这种 PK 啊，都不亲大唐宝宝了已经，是以前一般来讲亲一下大唐宝宝压一下大唐那个建议层数，对，现在就把它封进去就好了，你不然你给它叠伤害。我们之前看到过一场 PK 曲阜孔庙那个虎头大唐，扫的其实还蛮猛的，是 还是打到鸟阵被大克，其实这也就是说现在很多时候说拿到大克意义不大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说大克意义不大，只是说现在因为上的阵容输出偏少，那你说两狮驼一魔王他大克有没有用，那肯定有用啊，对不对，两狮驼一魔王，你说这大克没用吗，那怎么可能没用，只是说现在上的阵容你可能两边加起来没有三个输出，那确实可能说大克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是1026有瘴气，锋芒下过来，但是化身寺又罚站了，然后这时候也不太有去压他的单位了，也就还好，你总不能说咒术普陀吧，你就是把他砸倒没用啊，那天地也在呢，啊，对啊，那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大唐坦马连破，说话间也八层了啊，其实也挺快的，说实话，因为观战方说实在话，除了封印之外，也没太有限制对面大唐的手段。是一个恶包手抖，呼死，不耽误拉起来直接那个，拉起来这不直接变了？他现在两个，两攻啊，对啊，他现在两个，拉起来用个攻击能，不是直接变了？他拉起来用一个就直接变，但是怕被破，但是对，这个时候你就得考虑一下，要不要考虑先不着急去把最后一个零件放出来？你可以考虑先扔个法宝，然后让化生罩先活上一半血，你再考虑。哎，但是现在他又没天地了，这没天地的话，你那也怕砸呀，变也就变了。你我觉得活一口有混元伞，然后变进去他也死不了。混元伞是不是下回合到了呀？对吧？还一回合，就是。这回合拉起来砸他吧，拉起来就没了呀。那只要是这回合，如果说高速拉起来，化生能活上一半血，也就没事了。但是这个阶段化生被硬控了，又抽蓝。哎，对，其实我觉得给化生上天是对的。哎，没套中，那大唐还能哎不够吧？哦，缠珠够扫，缠珠够扫是再顶。
再来个精，精很舒服。还没双孤。那反正下把不管怎么样，他这个活血应该是有了。嗯，是，反正天地在嘛，你除非无魂硬来。嗯，那说白了，我觉得直接上，直接上那个，直接上灵剑，是不用去想那么多，直接上灵剑就好了。善报，善报，而且没有天地了，恶报应该也守不住，守不住，有藏神，你看藏神盾都破不掉，真风就是要一个，变了。那就是三攻锥子，还差一个三手，还差盾。嗯，三回合到24，24+3，27+8，35，就理想状态下38回合，才能到那个黄金焰甲。就其实比我们今天下午看到的雪山也好。哎，那这样要是一破，回合可差了远了。那就再加三啊。主要这个锋芒没啥用。没用没用，那我相面相生了。好像有了，但我觉得必有，必有相灭相生是必有的。嗯，除非大唐连破，不然还被逮到一地厅。哎呀呀，紧箍咒，可能觉得也够了，孤死了，孤死了，因为就1200滴血嘛，是孤死了。哎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忘了禁疗这回事了。他要不女儿村直接慈航。不是你辞不辞的，他燕甲已经没了。哦、燕甲没了，他跟辞不辞这时候没关系。是是是。而且还有一点，你慈航就等于是这回合又少一个单位去限制地厅。慈航没用，因为他燕甲会神佑嘛。嗯。就是金青。对。他只能放金星。对。嗯。而且又是抓了你一个大唐休息的回合。是，但盘丝是不是抓个药啊？不然的话，他一会儿灵元饼三点了。嗯，可抓。女儿对面女儿村喝都喝两瓶了吧？嗯，那就抓女儿嘛。哎，感觉现在抓药有女儿肯定是抓女儿的。对，这不管他带不带天龙水啥的，都是抓女儿的。是，先破出来，然后女儿村一把金青。就是观战方这边女儿，他有没有163腰柱啊？啊，不行，好像必须先强制金，先强制神佑啊，那没办法。嗯。这个其实挺难受的。哎，对，哎，自动了，他只能 A 到天机城，自动了。一个9是吧？黑玉五龙是吗？嗯。拍了把尺，无魂再。他是自动还是要去破保护呀？破保护干啥呀？公的要给他护子，不治没必要啊。那加个笛子啊，不比破保护强吗？啊、那不想省灵元？嗯，两滴了，两滴了呀，两滴了，嗯，啊，那是破保护，哎，看看啊，哎，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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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死亡没中，那163出来了，163出来，后面宝宝随便拍，是，出一个，一下，超级壁垒击破27000，直接呼死，恶爆7500，五轮车也来，珍宝阁的新化身，哎呦，那这样的话，女儿可不够行了。哎，不对，他喝的酒，精青112，但好像不够，加99。他最多上限加到多少？他那个舍利，上限他有没有97.5，就是加97啊。如果化身是满的，那就是加97。97，140-112啊，够了，嗯嗯，那能行起来就还行。但把舍利打掉嘛也算，哎，是是，而且又禁疗了，是，那应该是活的女儿村。他知道他慢吧？不是，这地厅是不是没蓝了？谁没蓝？地厅。超级壁垒四下应该没了，因为他还有个善恶，我记得 是还有武技能，对啊、嗯，应该没了。哦，直接一样了，一样了，有没有蓝也就那回事了。哎呀，这三攻又得重新变呀，主要是。是的。那我们算算啊，如果说25变上，就是25回合9，就是26开始算嘛。嗯。26、27、28，然后退出来，29、30、31、31+8、39，39退出来，42回合。嗯，是有点久。完全不受控的情况下，42。对。嗯。一回合不差的情况下。但我觉得这场黄金焰甲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是有没有感觉有点被珍宝阁找到突破口？就是感觉就是抓他横扫时机很好抓，出工地厅。这两次了，全是横扫回合。是。这也是就是说那时候三刀大唐出来的时候，就扫到十层十一层扫完了，不敢扫了，不敢扫了，再抓俩大金一回春，回春，没抓到九，而且这练气两把还剩七个，我呀这法宝下的还剩七个，就是这活血活不出啊，活不出难受啊。那这时候再补的应该是善恶，我觉得。因为下一把可能就是要抓你天机城了。是。而且他这个药喂的是什么药啊？一个，这事儿这个没事儿，这时候没事儿。一个，哎，不对，那是一个大金一个回春。大金回春吧，估计是。因为他是被禁疗了嘛，对吧？被禁疗的应该是一大金一回春吧？要不就紫心之类的，反正一个那个。一个回春，而且有一个问题啊，观战方这边这排善恶好像都是慢的，就是对面的宝宝，没有珍宝阁的宝宝慢，是，可能善恶真给你守了，是，现在守还好，就怕你再变进去又给你呼开，那晕了。确实，就像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在评论席三位老师所说到的，就是说秦楼现在虽然说也开始用天机城了，但是熟练度比起。夫子庙看啊，目前来看的话，因为雪山那场我没看，我不是很了解。但这啊不对，雪山他上没上这场啊？上了，上了。雪山上了。对，上了。但从这场来看的话呢，感觉还需要再精进一下，再研究一下。而且天一城这个门派，就像咱们下午在评论区的时候说的时候一样，就是这个门派，我觉得还是适合打出其不意，并不是很适合打常规阵容。就说它的优劣势都很明显。而且就是他的优势点和他的短板都很明。哇，这宝宝五千血。鬼的力劈，全力力劈。那这样的话，被发现了，影响倒也不大。拉起来，壁垒没卡药。哇，要的还挺多哦。他可能是配合着那个全力力劈。劈化身啊、有可能。要个公之血，我这硬要呀、那肯定得硬要啊。那这把不是无魂又给花生吃了？那把把中吗？两个？那没办法呀，那把把中没办法。而且这把是不是可以封化生了呀？其实我在想，这把你水了武装去封化生是不是更好？封化生也能封啊。不让那个，但这把盘丝也没有那个。他可能怕盘丝抽蓝啊、只能这么说了。顶一个保清风保出手，是怕被碎玉，这儿惊青，那动不了了，动不了了，先来上五个再说。活上了，可算是活上了，但七千五百滴血够吗？刚刚那个善恶护化身护六千，但他有那个，他有凝光炼彩啊、他自带凝光炼彩，对，他自带凝光炼彩也就还好。这一点是天机城他这个三阶法宝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只要变起来了就厉害了。对，恶宝。是。他三千七的盾，然后你再挨揍就得盾，就基本上就死循环。四千四也就还好吧。也怕的，我感觉。这我觉得这化身要是真没事干就一拳。但你四千的话，你过去接近小两千盾啊，你再下一个呼的话，也就呼最多你跟这个一样的伤害，也就呼两千血呀。对吧？也就是那样。我记得神将跑的盾没有凝光炼彩那么夸张、没有一半，没有一半，小一半，三十好像，也不少啊。你主要是你把把有的话，就相当于你每回挨揍的时候，主要还是必出抵消伤害啊，主要还是必出。对，三恶爆不一定好扛，不让打蓝、要是金刚拉上，三飘了。他刚刚那个，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也不是说所有的那个善恶都能呼四千，他有的也就呼一千多。而且这把是不是有点给自己飘进去了？就本来是想，哇，这法宝，有，你这法宝这把有可能给呼开了，再呼开了，秦云楼就有点金甲就不一定见得到了。是，这把如果再呼开的话，但他三飘啊，把对面大堂给飘了，可能是想攻地厅的。这把有可能要呼开了，如果说有一个
那个有一个恶豹，是不是还有一只？善豹了，没了。善豹了，那没了。运气不错，一样。你这武魂这么重，也该还回去点运气。现在对面就想着赶紧变回来，赶紧变回来。是，还剩一回合，这把保住就行。感觉扔炮吧，扔炮吧，扔炮吧，扔炮，先把地厅打了吧。先别想那么多了，我觉得可以扔炮了。我是感觉，虽然说是三点啊，三点我觉得该扔也得扔，经不起再来一波冲击了。上塔不管，哎，不让扔炮，我这无魂，俩无魂。喂，这法宝不能这么重吧？这要再重啊！对方现在在里活血活上了，活血活上了。幺幺零啊，炮出来了，炮出来，炮出来就没事。那三点炮啊，没办法，你几点炮？其实他这炮没啥用，就是清地厅的。无非就是说三点稍微有点亏而已。哇，那咒师普陀有没有可能罚站？这无魂又重，咒师普陀罚站，咒师普陀加的底子。是，但其实观战付出的代价不算太大。就三个无魂而已，呼四千七，他呼三千能大概有个一千多的盾，但是他这把安全的退出来了，就可以还差个三手，三手三回合三十二，再加八四十，四十退出来再加三四十三，早呢。主要三手回合太久了，对对，这要是三手的时候被破掉了，晕了。三手没那么好破吧？我觉得反正要攻地厅吧，也不好说。你只要天地在是吧？哎，那不好说。你没天地，我打你蓝，或者说把你封进去都行。不过好在是，群楼这边大堂马上十一层了，再坚持一下。马上十一层了，对于后面珍宝阁再拉地厅的话呢，也会有些影响。至少建设谈谈。对对，你高速单位，哎呦，还带琴了。你高速单位想说去拉地厅的话呢，可能也得考虑考虑。但他这个琴一出，是不是就代表着他的那个不是特别多？又抓回合了。九不是特别多。又抓回合。头顶上还有无魂。行动失败，想套对面的天机神。而且是不是就是因为三点炮一下子用了，就觉得你没炮？ 对, 对，是的。哦，晃了一手。但是，观战两只一号的地厅，我觉得就这么着了。但一号可以压呀，他是不是可以一号先直接压大堂？超级进法爆，我怎么觉得一号可能慢？我是觉得，他赌你扫完之后拿慢的去冲。但是对面反正这把选择就不敢扫了嘛。而且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那假如你这把是对面大堂扫完的，对吧？就是四是个攻的，然后一是个魔的，然后去冲大堂和天机两个单位。大堂是扫完的，魔的先秒大堂。就先秒后秒也无所谓，它是个魔的都没事，是，对吧？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大堂没扫可能计划就得变了。但你看这时间啊，好像是出手了，不会大堂又给他吃无魂了吧？不好说。就是这一场法宝命中率还蛮高的，七宝解掉，连毒带孤2600啊，笛子直接吹，先吹法的吗？直接先追法的，先追法的，那我觉得这大堂基本没了。是，再抓一只，俩五龙一个毛。尺子拍谁？拍对了，没中。盒子没中。混元三，也怕你是攻的，大堂没了。比大堂快。主要你超爆，它的爆率挺高的，这个超级的。但秒不太动，有没有可能三嫂带了三条法防啊？我觉得有点像。但毕竟也有一尺嘛，而且比大堂快的那一种。一尺。我觉得还行。没加上，太快了。不，他加的四。那大堂怎么猜？大堂应该大堂破血吧？哎呦，还行。主要大堂不会打法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朝着天机城去的。但还像刚刚说的，现在你去破它没啥用。
我觉得就是呼死让华生忙，因为华生蓝亮刚刚也是一直在针对，是有吃紧。哦，力劈复活，嗯，那大唐还得管这个力劈，嗯，这把肯定也不会扫，嗯，破血了吧？科普，哎，他是不是得留着精青啊？是不是留着精青好点？那他一刀清二号清不掉啊？啊？他一刀清二号，二号五千血，他一刀清不掉的。他得确保清掉吧？又袭过去，那是不是就他精青不管？我这是不是有高区？力劈硬吃，是不是有高区？有可能有高区，然后有九凡在，我也怕。对，嗯，因为我是觉得你去扫他或破血他都亏。嗯，想滑地听，那没有高区吗？没有，没有。那这把没九凡了，嗯，可能觉得天机神有盾吧，也还行。那这把我就先用大唐给你扫死，不是把十一层剑也扫死。他天机神怎么又是一个攻之线？啊，那一会儿异位吧，一会儿异位吧。他刚用了个右袭不让化生动，一会儿异位吧。那攻手异位要是不刷手之线怎么办？那等着吗？就硬等。那就等着呀，那就只能，那你已经这样，你就只能等着了呀。啊。他不会算错了，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变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第二个灵界一定要拿弓，他第二个一定要拿弓，或者说攻手意味的那个嘛，哦，啊，要么你直接意味也行，这把就变两手也行，啊，那也可以。不是不会真算错了吧？上来是那个锤子和刀都有了，没有盾，没变过盾。哎，先看啊。啊，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是攻守意味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啊，他下把直接变攻，他以为已经有黄金了。啊，对，要不就算错了。对，没盾吧？三手我真记得没。没有三手，没有三手。他是自己用灵剑变了一把锥子，然后又用一发而动变了一把锥子。他第一个零件还是两攻一守，我记得是没三守呀，这把只能攻守一位了。如果没攻守一位，就可能会觉得他自己觉得自己变够了。啊，那不是？那如果真算晕了，所以说玩，其实我一就是哪怕是在没有出流派之前，嗯，还是之前立天机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门派真的是一个。可玩性可操作性非常非常高，就上线下线都很高，在门派，在所有的门派里边，它的可玩性和操作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每一次用技能和搭配它的这种技能机制做的变化是你要去算的。嗯，而且这门派我感觉有点自己玩的意思。对，就你跟其他的只能说其他的人来保着他玩，是是，他变相的去反哺给队友。那是那个的，那是疯的，力的其实还好，嗯嗯，力的说白了就把输出拉满就行，那力的就自己玩。对，右袭，哎，完了，那 不用想了，已经他觉得已经黄金了，那不对呀，啊，三攻吧，他没有留两攻，是三攻，三攻是三攻吧？嗯，连破那十一层点满，哎，这个右袭过去。等会儿看一下吧，不会变出来啪真是个黄金吧？讲道理应该不会的啊。没三手，我也记得没三手啊。来看看是不是黄金的？这不晕了，完了，晕了，算错了。哎，等等，哦，是算错了，算错了，算错了，他没有变三手，没三手呀，算错了，算错了，算错了。然后他三手又是个三加八。首先先把大刀先减三，先加三回合，先把刀退出去，然后再三手，嗯，然后再 八再三，嗯，这场够呛，我跪珍宝阁也懵了，嗯，什么情况？他懵了，他第一个攻之线出来的时候，我有点没看懂，其实，而第一个攻之线其实可以理解，哪怕第二个攻之线也行，就攻守一位嘛，对你去一位也行，啊，但是这个。这个确实可能还是熟练度吧，熟练度还是熟练度吧。嗯，包括变了两把锥子，其实我觉得也是，嗯，可以再那个精进一下，嗯。
把经脉点开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变的。37 40 48 51，嗯，就是最快情况下要到51回合了。是啊，够呛了，这场有点够呛。要是再被破一个形态，那啊有高区，有高区，有高区的。但是现在是这样的，还是那个问题，就即使我变不成黄金叶甲，或者说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作用也差不多了。嗯，只要不被推掉，嗯，或者说你打到90分钟，我的场上人数是一样的，嗯，那么群楼的优势还在，就判有一个伤害上的优势嘛。是的，是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大唐11层了，嗯，但目前来看不是很敢乱扫。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观战单位都相对而言比较快。哎，不，他这个回合还确实不敢乱扫，因为他普陀正好比对面大唐慢。嗯，对不对？你先扫完了，我再拿地厅。是。你只要你，我就赌你，那你出连破，我这地厅不要了。是。对不对？再扔瘴气，还是持续打蓝。但是我觉得蓝量作为群楼来说，这边应该准备的也会相对来说充分一点。而且炼气化神也有用过。哎，对，应该问题不大。有金子说过，那这也没用了，反正就赶紧退了就得了。这时候我估计就开始在想了，我哪一种形态是没变的？这时候就要再问了，我哪种形态没变？这样，总共三种形态，嗯，一个锥子是一发而动，嗯，这个是一定有的，对吧？三刀它现在变着呢，是，对吧？那所以说只有三手了呀。对，对，哦，直接来，但是对面就是找了把半天，好像。嗯，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这地厅那我就不要了嘛。我估计也就是一个平砍吧，漫天是不是没拦着？嗯，不一定有拦了，是。主要也35回合了。嗯，这利刃和瘴气，他刚刚吃了一把瘴气的。是，这都扣够呛的。嗯，我没事，反正炮也在，大唐也能动，这地厅大概率我觉得用处不会特别大。嗯，而且普陀就俩宝宝了，是普陀化身两个单位的宝宝被针对的还是挺惨。嗯，36，他化身是也是出地厅，嗯，他没推掉。嗯，所以说看似珍宝阁优势比较大，但是你得能推得下来，你推不下来就是青云楼优势大。好在是青云楼自己这边算这天津城的变身啊，出了点小问题。嗯，啊，导致的这个。就是黄金燕甲回合往后拖了。是是，主要三手那个回合确实太久了。嗯，对，连变带回合一共11回合。嗯，这地厅好像是出手了。是，但对面也没天地也没啥的，就是你想拿大东西是拿不到的。嗯，到头了就是多技能把大唐压死啊，好像也就到头了吧。是，因为你这回合你除了就是说加敌之外的话，因为你人都在锋芒里，你想碰大唐是碰不到的。嗯，来了可能想压大唐，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时候破他燕甲就没意义了。尽量给谁？嗯，这个没必要破吧，没太必要，不让加敌，而且满血。他是不是又忘了啊？忘了那个锋芒呀？锋芒，你说给地厅下锋芒吗？不是，他那个他自己禁疗吧，他可能想禁疗大唐。哦，对对对，那确实有可能，对，有道理。但大唐的血量好像那也有问题啊，这算的。啊，哦，这法宝，来看一下地厅瞄着谁？谁快？谁快？地厅快。女儿村吗？单法。但是没他普陀可能是加的，因为普陀中了右膝没动。嗯。对不对？上古地狱烈火，嗯，而技能肯定是不少。看几个单法吧。嗯，他都冲女儿去了，武装罐都有危险。这就7个单法了啊，这就已经8技能，这不8技能吗？嗯，加上古8技能。8秒的武装罐去，武装都倒了。是。压扁了。哦呦，3900武装倒了，这扁了 回不来了，这压扁了起不来了。3900，嗯，这个是个小意外。嗯嗯，
但是不是他女儿曾继续慈航航起来，反正我已经这么点血了，好像也行，反正你也吃不了尽疗，好像也行，嗯嗯嗯，不让尽疗。哎，水清水开怎么说，尽疗了，哎，进重进去了，那就是不够那个，那、就是哎、不够慈航吗？哎，怎么又是攻之线啊？那就像你说的攻守意味，我觉得有点打懵了，我觉得再加上这无魂也重，发门甲也重，这现在搞心态搞得有点厉害。这天机城是没玩太明白啊。嗯，那女儿也倒了呀，女儿也倒了，坏了，还好武装没紧箍咒，这没用。嗯，他这圈灯只是为了给自己起一个，没啥用的。女儿也倒，自己起一个也都是伤呀。对，女儿也倒，女儿倒，我女儿把你天机城。女儿有没有163？哦，可以看看他有没有163。是，现在感觉带163的越来越多。嗯，是是是，有163能救一命。哎，那是不是能把精青放出来？如果有163的话，有163就硬放了。对，硬放。啊、哦有有，来清出来。请不够，那就是点着自己拉，点着自己拉，他确保能打开嘛。鱼来咬死，但还是163呀，能不能？或者说神佑，嗯，水击3000，7200，再163顶住，偷龙不给活，有点危险了。这紧箍咒可能给武装罐丢上去，看看一下有没有双箍箍到女儿村。轻开自己，但是他怕自己吃尽疗、哦、对对 对, 对，是是，他怕自己吃尽疗，然后活血的那个是是武装精青保出手箍上了，然后紧箍咒，嗯，先把引弓砍掉，对面应该是有个宝宝没动的，双箍，双箍还好，带到的是这个化生，化生四也难受啊，五号也动了，他连点拉都不点拉，那就是觉得163一定一定稳得住，对，武装孤死拉起来也伤的，嗯嗯，哦，晚了一回合，晚一回合也没办法、那愤怒就这些，那咋办呢？没办法，再来地听，只要冲，姐妹抽，反正不给你活血，是。现在对面大堂可真一把不敢扫，是，又来两攻，两只，看一下有没有多的，那普陀也出啊，普陀还出吗？那这时候你要去，那这孤，主要是普陀宝宝，觉得他宝宝有点少，嗯，看一下对面滑不滑吧，滑了，滑的宝宝还挺多的，哎呀，一个加蓝，还差一只五号也加血了，那回春天地，天地万一是攻的你咋办？但有一个问题，你攻的你不太好让管大堂，对对。对，他女儿刚经过，这边没有武装起来，没有天机城，两个攻击线，不是，这真的很尴尬呀、啊！这天机城，嗯，现在就只能他不能又变三刀吧？等攻守意味，嗯，又变三攻，没用啊，那没用啊，而且他现在的化生蓝量应该不够活血。他喂小蓝的话应该不够的，他刚刚黑玉回了一个偷龙，回一点不一定够，或者说这个回合，而且这把还有俩地听，感觉确实还得排斥，对，不然这俩攻的如果都冲化生，化生没了，而且确实地听也动了，对对，女儿村的纸人是 CD 的，刚刚是纸人嘛，嗯，那你这把最多贡献，我觉得女儿村是秦加笛子，是他没带尺，或者说真加笛子，真加那个琴，嗯，相思兰真加琴，他这阵容没打算推，最后靠大堂来推，嗯，他大堂剑好像还没扔过是吧？嗯，他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但三剑舍不得吧？嗯，应该舍不得。没有也没意义啊，你如果说渡劫的话，你这等于没扔啊，三点针给武装官针吧，不然确实这三针羊加出来也可怕，三针羊扛不好扛，把大堂一封再抓女儿，一抓
还是华生寺加普陀山的两敌。嗯，一个九，一个九转，一个乌龙。尺子拍的是三号。哎，他天机城拍的尺啊？啊、嗯。你的说想法是不如直接泡。嗯，我确实好像加了小四泡不死，两千亿不够，两千亿不够、啊。主要有个小四海、啊。是是是是是。他三点能泡死吗？哎，三千五是必死的。加上，哎呦，哎哎，这个慢了，慢了，慢了，慢了。那池也拍慢了，对吧？池也拍慢了，看普陀怎么说。加给二，啊，应该是三了吧？加给三，这个得加三了吧？嗯，大唐被封了。但理论上来说，你都这个速度圈了，理论来说不应该比地铁慢。反正武装铁岛。嗯。其他还行，看轮子怎么样吧。有没有来个超级？连了就难受啊！哇，弹甲崩雷，有危险！倒了吗？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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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幺六三，神佑，神佑了，但连了，再神幺六三腰柱，五轮子太多了。你说他？刚是被扣三数，你说他还有九吗？那也就，那如果有九，直接拉起来行就得了。嗯。换马了，换马了。是换神马。完了，一速了。除非对面开了去那个，开了起风。哎，他是不是荆棘死了？对面天机城是不是荆棘死了？对吧？他下了个锋芒死了吗？是是 是, 是，荆棘死了，锋芒没用了。哎、起风那还行，那还行。嗯、那行起来两个转啊，那行两个起来转啊。啊、嗯，也是。连步。哎，那这个风起的，抓地听吗？风起来抓地听，他天机城又是一个三攻啊，但这个三攻嘛，他起来就被箍死，是不是就出去了？我觉得打乱了已经。我觉得天机城这个门派得单独找一个很会玩天机的人，在那里玩。嗯，对。四玉控一下，能这没这意义不大呀。嗯。四玉哇，这么下本儿，看一下能不能骗两点零元吧。嗯。观战方这边如果说有笛子加一号的话，哦，还行。化生手里边没有什么哦，还能扫一个，那扫五，那就保五嘛，是是、嗯、扫五了。无魂，哎呦，这无魂绝了！哎，不是你封，封他还无魂他是吧？不是，我说那个谛听、嗯，你封了一引弓还呼一吗？那他觉得他觉得扫大刀扫啊、对吧？是提壶扫嘛？行吧。哇，不过这场这法宝确实也没办法。大死亡超级壁垒击破一万六，还两下呢。大刀女儿打地蓝，力劈也是他倒了。看幺六三，腰不倒了。而且你风用过了，这是最关键的。风用过了的话，观战女儿村，哦，现在倒也不是意思。超偷，超偷的什么？把它三个，嗯，先把它封进去啊，我就先封进去吧。封谁？封大唐啊？封进去，你高速如果出地听的话是不会被建设的。他也不敢扫吧？嗯，应该不敢扫。嗯，把、这个、把力劈，把工地厅封一下。但对面有引弓，引弓拉人，活了个宝宝吗？是不是这个宝宝要拉人？但那俩都有紧箍咒啊，没用啊，这一回穿还真有半天。嗯，行吧，得来一回穿吧，得回。嗯，再来天机城是不是用个加血技能？先别急，天机哎呦，自动了锋芒变进去，退出来，紧箍咒箍死。
紧箍咒，他没紧箍咒了吧？他好像是开了个回春还是咋着的啊？他紧箍咒是没了，但是女儿岛啊，女儿岛，女儿起来自动就白给啊。嗯，应该是整体没什么药了。他那个活四号让四号拉人，可能说拉人药也只有四号有了，是因为他打神佑，嗯，他打天机阵容没想着倒那么多人，是摇摇铃。尽疗天机城，赶紧给你破出来，箍上就行，不用去刻意破，箍上就行。是，只要尽疗尽上，箍上就可以了。但活血也应该是先活女儿村吧？嗯，是哦，武装冠、哦，我觉得影响也不大了。嗯，对，箍上就行了，我不用去砸你的，意义不大，就箍上，箍上是最好的。俩地听行动失败，想加血的俩善爆，但这俩地听怎么防呢？嗯，大唐要不实在不行把剑交了吧，渡劫没的也用过了啊、但是就怕啥呢，你万一一扔剑他这地听比你快直接晕过去了。但我觉得就是比大唐快的地听应该也没什么太大花招吧，主要齐云楼还是太残了，整体太残了。嗯，反正我觉得就算没太大花招，两敌刮也把你刮死了。啊，因为他现在是可以两敌一骑。两敌，他那种快的做不到两敌一骑吧？他化身哦，他盘丝没了哦，他盘丝没了、哦，那就只能一敌。如果到头就一敌。又神又那个也神又，燕甲没破掉。啊？但是你觉得能活过这回合吗？我觉得活不过呀。嗯，抽蓝啊，我是觉得活不过。泡一个，因为没卡海。嗯 泡一个。嗯，那泡对了。开了大唐再。他泡加烟雨血宝器，他怕不死，他怕不死，是他怕不死。活血活上来。嗯。拉金刚。攻的。大唐。杀武装。大唐扔剑了、三剑没办法，真是没办法，三剑斩地听啊，这有个渡劫绝对不敢这么斩。嗯，那你还得再赌一次神佑。哦，他上限如果够的话不用赌，他出来出来也就出来了，2600-1200啊，对，出来也就出来了，出来也就出来了吧。是不行了，出来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珍宝阁现在啊这么个冲法没冲下来啊，他后续宝宝如果说再出一波地听没冲下来的话呢，那其实他还是劣势。我觉得冲下来了，没九转了。是，就这把你就再出的地听，你就得确，是不是拿善恶了？拿善恶打拿善恶打九转，对，反正你天地是吧？那我就善恶呼你，硬压163腰出来。女儿村化身四的163都差不多了。是，而且大金的话，反正女儿因为是被扣的，哇，7000-9400，那这没办法，你把这么恶爆，那没得救，拉不起来人啊！而且你化身四这样被限死的话，可能说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蓝药也不是说那么的够，他是不是还得他头上是不是有菇啊？哦，没有菇，哦。他刚有天地，没吃到菇。天机有2100的血，那这把至少能扛住。嗯。但是这场比赛已经没有黄金燕甲了，一定见不到了。嗯。他那个三手退出去就差不多了。是。383就已经14回合了。是。而且得非常非常顺利，你加14就61了。对。就是。目前来看不可能说14回合他每回合都能去正常操作。啊，换了个孩子，拉人孩子。拉人孩子。水星姐妹。没蓝火。我是真觉得珍宝阁这一场 PK 整体打下来，女儿村水清那几把用的就是说配合盘丝用的技能，无论是禁疗也好还是透龙也好，用的都很好。嗯，全拿孩子了，没药了。没拉人药了。扫一个善恶，还扫不掉吗？哎，扫不掉。
这还出过两把漫天的。哎呀，难受啊！又孤上。主要是如果说善恶守武装的话，武装好像起不来。两只啊，主要是一个就够了。他三只善恶。啊，三只善恶，对。这也无所谓了，反正你武装起不来嘛。倒一就一个恶报就行。对，一个就够。雪天。化身是要被孤死吧？嗯，看幺六三还能不能再邀一把。而且化身是没蓝被孤死，是，他要拉起来再加上蓝，这太难了。我觉得秦云楼只能等女儿村就硬攒一个慈航出来，攒不出来吧？应该攒不出来，不会给这个机会。哎，对啊，那空笑都给你笑了，幺六三再来，不让进聊。哎呦。对啊，就这种效力，空笑都不给空笑都得笑的，不给仓。那化身四幺六三顶住，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是还吃了把日月乾坤。嗯，发温霞法宝没中，缠珠台，2800吗？1974。嗯，不太够看了，又是一个行动失败。我觉得这场 PK。结果来讲应该是珍宝阁赢了，对，应该能赢。你说阵容上谁优谁劣吧，也都不好说，但就是熟练度上来讲，就是珍宝阁对于这套阵容的熟练度，我觉得是明显领先于齐云楼的天机阵容熟练度。那这个打了这么久了，嗯，对吧，那你从熟练度上来说，这个武装盘丝女儿的三封肯定是比对面这个阵容用起来更顺手的。是，阵容上如果说我觉得对面的熟练度高一点的话呢，反正我个人感觉，你说打到九十分钟满，对，打到九十分钟没问题。对对，但你这九十分钟没打到，那就是得自己找找原因了。嗯，化身四扛不住了，倒下。嗯。而且硬件上来说的话，那我觉得镇宝盒应该是有领先的。有领先，我觉得应该有领先。而且还有500万战神嘛。嗯，是。嗯，开始要收人了。是。就知道九转不够嘛，那观战方这边这只比假无常还慢的善恶的话，对面确实也需要针对一下。嗯，砸石头了，五千，不用连也死了。先指路开一下。嗯。哎，点大金能死了。但这宝宝没清掉。一号应该是要守武装的吧？一号是要守武装的吧？是的，是。恶报，又守住，贴也没用啊。是。360贴不住。那天机城再倒，除非300。化身四这种状态下起来和不起来没差别，对，影响不大。拿下来，嗯嗯，拿下来。要打干，主要九转打干了。对，他后面的被逼俩拉俩孩子就已经代表一切了。嗯再孤岛一个连铺控不让砸，武装清风，哦，那就没清风了。水开再静疗，嗯，其实这个静疗意义不大了，这把效力可能是作用会更大一些，嗯，是，但是一样，如果说你静疗的话，你顶不上，要你下把女儿村也死了，嗯，扫不出来了，反正就保好这只善恶，是出善报认了嘛，对，出恶报就能把武装怪守住，俩大金没顶上。藏神出了，不好说，可能不死。藏神出了，应该是不死的。嗯，善报一个，还魂拉化身，但化身没用啊，化身能干啥呢？差一丝，没孤，那下把开了，那个咒术普陀就孤上，孤上就行。有花把武装一控，嗯，然后开了普陀孤上，结束。我觉得都可以把孩子换个谛听。亲宝宝了，嗯，也行，反正一样吧。我觉得你孤上人也就那样了，孤上人再换，直接换也行，都行吧。这时候怎么打都对。感觉即使是换地厅没拿到什么收益，对面也很难翻。哎，对对，这怎么打都对了。法宝这么准，要不给二号咬个零？哦，没蓝了。武装都没蓝了。嗯，不让开。再三剑斩一号，
哇，这齐云龙这两只三剑真的憋屈啊，难受啊。嗯，先孤上，对，这是最稳的。嗯，那盘丝拉呗。反正总归是拉宠。啊，盘丝快，盘丝已经动过了，他抽的蓝，对面武装被封进去了。我的意思，他那个宝宝不是被剑斩斩掉了吗？出个谛听是吧？嗯，那好像可以两个一块换了，换两个你也没什么办法。还没封中，哎呦，又被孤死了。看一下有没有神佑吧。但是这时候确实影响不大。是，对于珍宝阁而言，现在就是清宠嘛。对，把宝宝清掉都行。特别那个能拉人的，哎，把能拉人的孩子清掉。嗯，很明显的，整体已经没有什么九转。是的。我有孤岛两个，直接队长也换了，换了去。这不好说到底是啥。再换一拉人孩子，无魂没解掉，俩谛听也够清宝宝了，够了。但清宝宝就清孩子得攻谛听吧？嗯，他法谛听，把大唐先磨死，反正磨死怎么滑就无所谓了。是，哎呦，不行，打不了。按了个青石的，哎呦，不是这怎么能按青石的呢？我还在想，他不是定身先去把紧箍咒解了吗？影响也不大，影响也不大。哎，先把他先清大唐，先磨死，后面不管磨到哪里去都无所谓了。哎呦，这孩子，毕竟孩子只能三吸啊，而且这种吸收他不一定吸，这是关键的。嗯，结束了。哎呦，笛子吹舞。这工地厅亲个孩子应该是够的吧？是的。两敌吗？哇，两敌怎样？满中之满，先立。那这也动，吸收也顶不住，动不了几下啊？问题是？嗯，吸收也顶不住啊，直接神了。嗯。啊，吸的应该是、啊、吸了，伤害太高了，吸满了。万零九。诺言再吸。再吸。应该吸不住吧？这轮子应该挺多的，哎呦，水攻也能吸，因为都是水吸收嘛。九千五，我觉得那是神了，我觉得。心火是不是吸不了了啊？也能吸一下，行。三万四，行，前面吸的全都回来了，那也是恭喜珍宝阁，也是战胜了群楼，拿到了小组赛第四轮的胜利。那这样的话，四战全胜，也是提前晋级到明天的十六强了。哎，是那。